敏感力给我，他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哈，存放在甲仓库跟乙仓库内哈，然后呢，两仓库哈分别存有多少呢？甲仓库有50单位，啊，乙单位，乙仓库的话有40单位，然后现在哈，市场 A 跟市场 B， 市场 A 跟市场 B 哈，分别需求是20单位，哦，这个需求20单位啊，这写在这里哈，哦，需求20单位，然后呢 B 哈，它是需求30单位，30单位，好，那现在是说下表是各仓库的运输各市场每单位的运输成本，就从甲仓库哈运到呢 A 市场。需要一单位要500元，运到 B 市场一单位要450元，从乙仓库运到呢 A 市场一单位要400元，运到 B 市场一单位要300元。好，那他说哈，在满足 A、B 市场的需求下 ，A 市场需要20 ，B 市场需要30，最节省的预生。运输成本应该几元？好，我假设哈，从甲仓库了哈，运到 A 市场有几单位？假设 X A 单位，运到 B 市场假设有 X B 单位，那这个乙仓库运到哈 A 市场，它有 Y A 单位，运到 B 市场有 Y B 单位。好，那依照它的条件限制嘛，哈 ，XA， 哦，因为 A 市场需要20单位 ，SA 加上 SB 哈，这是20单位，那 B 市场需求30单位嘛，哦，这是 YA SB， 哦，这加错了，这应该是 YA 啊。SB 加上多少 ？SB 加上 YB， 运到 B 市场的需要30单位。然后呢，这个甲单位哈，它有50单位，所以 XA 哈加上 XB 哈，要小于多少？小于等于啊50，哦，因为它只有50单位，哦，多的话就运不出去。然后 Y 加上 YB 哈，它要小等于40单位了。好，它现在运输成本就是目标函数了哈 ，F 等于多少呢？总共有多少呢？运到 A 市场的哦，甲仓库运到 A 市场的有每单位有500，所以说500 SA。加上450 SB 了，那加上多少？加上400 Y， 400 啊 Y， 再加上多少？加上300 YB 了。好，那这个有四个变数哈，不好做了，我把它弄成了两个变数，我就把 Y 的带掉。这里有可以超出50来，10 SA 加9 SB， 那叫多少？5840 8 YA 带多少呢？20减 SA 再加超出50嘛，5630 6倍的 YB 是30减 SB 啊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就剩下两个变数，这是等于50了哈，然后这个这是十 SA 减掉八 SA， 二 SA 了。B 的部分有多少？9减6是加三 SB， 常数部分是826 160加上368，等于多少？340。加上340，
还要求这个目标函数，然后这两个就没有都带掉，所以说现在哈，它的什么呢？方程组就变成这样子，变成说哈，是这个跟这个连理。好，那这个我把它带掉 ，y 等于多少？ y 是20减掉 sa。YB 呢 ？YB 是30减 SB。好，啊，这要小一点，多少呢？小一点40。啊，当然这个都要大一点的零的。哦，当然都要大一点的零，这是大一点的零的。好，那这样子负的哈、哦、，SA 加上 SB 哈、哦，小一点多少呢？这是50嘛，我全部减50，这是负10。大一点，减50，这是负50，然后通通把它乘以负一，就变成多少 ？SA 加上 SB， 小于等于50，大于等于10，然后这两个哦取联立，啊这两个取联立的话，就取交集啊，这两个取交集的话就是它，所以现在哈、哦、限制范围就变成了。但是只有这个了，哦，就是说 ，S A 哈、哦、加上 S B， 小于等于50，啊大于等于10，啊当然 S A 哈、哦、要大于等于零 ，Y A 哈、哦，S B 哈、哦、也要大于等于零，然后目标函数哈、哦、是这个，目标函数哈、哦、变成 S A。SB 等于多少呢？50 2SA 加 3SB 再加340。好，那其他的我就把它擦掉了，现在就等于是解这个数学问题。好，那这个范围哈，我把它画出来。我假设哈，这是 XA 轴。它在 SB 走了。好，那第一个范围，第一个范围截距收住50嘛，这是50，这是50。哦，这是这个方程式，啊小于等于50嘛，所以是在里面。啊大于等于10，哦这是10，这也是10。哦，它就是 SA 加 SB 要大于等于10，所以在上面。啊，还有 SA 要大于 ，Y 要大于，所以目标，所以这个就是，可行区域啊。哦，就是那个，这可行解，可行解的区域。好，那现在这个目标函数哈、哦，它这个斜率哈、哦、是三分之负二，所以跟负一差不多了，这样子。那移过去的话哈、哦。他说，费用最低嘛，运输成本最低的话，应该是先碰到这一点，哦，大概斜率是那个，斜率是多少？斜率是二分之多少？斜率n 哦，这是看着 y 嘛，这看着 x， 你多少呢？三分之负二，我三分之负二，所以它是比上来。比一稍微缓和一点，一是这个样子，比一稍微缓和一点，就是，不对哦，三分之负二，稍微缓和一点没错了，大概这样子，哦，我怎么把它画一下，叫二 x 哈。A 加 3xb， 我设它是等于多少？设它是等于6好了。那6啊移过来的话是 A， 3加 2xb 等于1。哦，就是说这个跟这一条是平行的，所以 xA 好是3。就是一个是3啊，或者你把它加负啊，就是一个是3啊，一个负3
一个是负二，负三哈，这三比较大，它是 y 的二比较小，哦，负三负二这样子，所以说应该哈，应该比那个一哈要稍微缓和一点，啊，斜率是三是负二，啊，这样靠过去的话哈，应该先碰到这一点，这一点也会先碰到，这一点是十，它跟多少跟零，十跟零，所以我就知道哈。它的这个最小值小 m 哈，实际上是等于 m 哈十跟零的，大概是带十，这五十，二乘以十，这带零加340，所以运输成本哈最少应该多少？20加340，360。360乘以50，5630计35318，就10,800了，18,000元。所以最低的运输成本哦，应该是18,000元。